十年前，吃不饱穿不暖，吃的是什么？从里么讲，吃野菜。都民国来呢，穿的是布丁萝卜丁嘎，不给块好点的白就算辛苦苦心子上了。你们可能都比亲这个嘎，不是比亲这个，是你们忘本了，好日子过起来忘本了。以前嘎要交公粮，要交余粮，要吃买果饭，吃鸡要上水嘎，吃羊要交水，阿羊要交水，大家比得人活的爷爷。现在政策一来一好，不需要交公粮，不需要交余粮，国家还给你们退耕还林呢，还给你们耕地的补贴，还有养老保险，疼了病了还有医疗保险，日子过不下去了还有低保等等，盖房子了还给你们有补助。你们想一想，你们还有什么利益不把自己的日子过好？我情何人和人家的，没有人和人家像脱贫的样子，没